为什么我们的冠军皮肤都上架十几天了，我们的冠军皮肤还没有人买？是不是你们把最佳的经费给吞了？这波咱们可不背，咱们的冠军皮肤是在游戏商城上架的，只要点击游戏首页的烧水页面就能购买。那就是皮肤不够好看，粉丝们不喜欢。你别乱说，锦书里小哥，粉丝可帮帮，丝滑手感，可爱到心，用了还未都上分。那为什么还是没有人买？ 是我们没有好好卖货啊！打开地图上的一切商品页面，一会儿购买，现在有7万块钱，接下来是追加旅行还会上分的必备材料。